老师们，大家好，欢迎回到 Easy Education，我是黄老师。今天要让你们轻松学马来文。今天我们会谈到的课题是 synonym，也就是同义词。在这里我会出30题，你也可以数一数自己会答几题哦。那第一题呢，gelagar 也就是滑稽或者好笑的意思。同义词是 lucu。第二，bertemu 是见面，同义词是 berjumpa。第三，enak 美味，同义词你可以写 sedap 或者是 lazat。第四，tinggal 住，同义词是 diam 或者是 duduk。那这两个呢，都是很特别的，因为 diam 也可以是安静，duduk 也是坐。第五，bimbang 担心，同义词是 risau。第六，balik 回，同义词很简单，也就是 pulang。第七，bagus 很好，同义词是 cemerlang。记得 mer 有这个 r。第八，gembira 高兴，同义词是 riang。第九，melawat 盼望，同义词你可以写 menziarahi 或者是 mengunjungi。第十，sebab 原因，同义词你可以写 faktor 或者是 puncak。11. tersumbat 堵塞，同义词是 tersekat。12. gelojoh 狼吞虎咽，同义词是 lahap。13. mengawasi 留意，同义词是 memerhati。14. asli 天然的，同义词是 tulin。这个字不能读成 tulen 哦。15. mengusir 赶走，同义词是 menghalau。16. bunga 除了花，它还有利息的意思，同义词是 faedah。那17呢？faedah 你也可以看到，它还有另一个意思，就是好处。同义词是 manfaat 或者是 kebaikan。18. tepi 旁边，同义词是 sebelah 还有 sisi，但是 sisi 呢也可以是身边的意思，在你身边。19. berlabuh 停，而这个停呢就好像是船停靠在码头那样。同义词是 berhenti。20. pandai 聪明，pandai 有很多答案哦，你可以写 cerdik 或者是 bijak，甚至是 bijaksana。21. tiba 抵达，同义词是 sampai。22. depan 前面。同义词是 hadapan。23. cepat 快，同义词是 pantas 或者是 laju，而 pantas 有跑得快的意思，laju 是开车快。24. singkat 短，这里的短呢，通常是指时间很短，同义词是 pendek。25. ilmu 知识，同义词是 pengetahuan，而 ilmu pengetahuan 也可以是一起使用的。26. harum 香，同义词是 wangi。27. hasrat 希望，同义词是 harapan。28. jambatan 桥。而 jambatan 的桥是比较大的，比较小的你可以叫 didi。
29的拉鲁时长，同义词是 during 或者是 sentiasa。 最后一题啦，同学们， bottle 是对，同义词是 burner。 好吧同学们，今天的课就讲到这儿，送你一句话，不管做什么事都要以慈悲为动机。同学们，我们下期再见吧。